欢喜会当来伫咱的中间，所以想要开始进行，我来教大家唱一首诗歌。这首诗是咱可能较少听到，因为作诗的人叫做李敏勇。李敏勇是台湾一个真出名的诗人，伊拢伊的太太拢伫我的教会，我拢真好的朋友。作曲是我的会长，有几首诗我真爱分享，安尼就是讲，有一首叫做《福尔摩沙颂》，这可能咱捌听过，还佫有一首叫《美丽岛》，这首是。天佑台湾，天保护台湾，唱台语啊，咱来看卖哦，这首诗。咱可能较毋捌听过，我感觉这首是真好的一首诗啊，我来唱一遍，咱有当做伙来唱。写词的是李敏勇，作曲的是李新云，咱听前奏。上界水的所在，就是伫后山。
伊讲全世界上介水的海岸线，毋是伫西雅图。全世界上水的海岸线是伫台东到花莲迄个海岸。你若去遐看，伊讲真可惜，台湾人不要家保护，若要家保护，伊会当成做全世界上水的所在。啊，咱住伫台湾的人拢感觉台湾真歹，啊来美国拢感觉美国真水，啊住温哥华的加拿大拢踮迄边阁比即边较水，拢啊逐边出来拢在倒踮迄个水伫什么所在？啊，其实哦，我来看看，拢无比台湾较水。啊，若唔相信，你等于来看，真正台湾街头巷尾，你看着拢真水。啊，这是事实，啊，我确定会讲迄个水是什么所在，来，咱再来唱一遍，好。关山就是对台东上北
差不多是点半钟，当时点半钟的火车路啊，啊，甲遐个收入，甲遐个啊医生，也是讲新妇熟识啊，做朋友，一直到今仔日，因拢无离开台湾，啊，死伫台湾，埋葬伫台湾。两年前有一个修女过星期，啊，埋葬伫关山。伊先伫关山买一块墓地，个定公所的墓地，啊，伫遐拢埋葬伫遐。啊，我去参加迄个葬式，我个查某囝甲我讲：“爸爸，你去，会甲遐修女讲留一堆互你拜。”我就走去甲修女讲：“阮查某囝讲叫你留一堆互我拜。”你知影遐修女讲啥？牧师安尼就较早来咧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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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气甲甲出，啊！就讲要不爱怎样，要不爱怎样，台湾人死死好。我伫听伫大家的海外转去的台湾人，其实有一挂人留伫台湾从事教育、从事医疗的工作，我拢敢讲台湾若是遐紧的改变，嘛无欠亏海外的人转去投票，敢毋是啊？那台湾遐紧是改变，其实咱唔免返去，就是因为台湾无遐紧改变，无遐紧改变是其实有真侪因素阻挡，真侪台湾人的心态已经拢从甲咱过去的了解，甲恁出来台湾，甲今仔日转去台湾在看，其实是改变非常侪。要予一个所在改变，要予人改变，不是用嘴讲，你需要投入生命的开力才有法度。1976年，我有机会去一个坑啦，叫做武陵。我呀，这个坑啦。现在已经刷去在台南玉井那个所在，有一个所在叫三乡，这个坑啦已经改做分毒立改所。当时设这个坑啦，在武陵，是在那个武陵溪的所在，那是在溪底河床也设。这个坑啦是真趣味，台湾头一座试验的坑啦，无围墙啊，无警察在顾，在顾大门是一支德哥，啊，新人伫遐在顾迄支德哥，车尾一摆德哥台掀起来，车尾出去德哥啊举起来，定期一个几点几分，新人开车一摆，新人开车出去安就好啊，在顾的拢是犯人，迄个工作我伫遐工作三年。这个工作是真趣味，伊外野工作就是讲，你只是出去做工，啊，做实了才倒转来。这个工作专门在关迄个重刑犯，重刑犯就是讲刑期超过10年以上，什么种人会超过10年？当时在关的拢是关的一挂公告人员，啊，生理人有迄个贪污的。蒋经国要起来做行政院长的时，开始做这个试验，设立迄个单位。蒋经国1975年，伊起来接伊的老爸过身，严家淡做总统，然后伊起来做副总统兼行政院长，伊就拍出一个口号：绝对袂使用阮贪污者。无加薪，安尼就是讲判几年就关甲到。但这个工作，伊有一个特别，就是你会使关，甲你关，
啊，毋过你通过做工对后面减刑期，虽然判十五年，你有可能判十二年刑期就满。啊，做工课是做上重要的工课，就是去包甘蔗、黄草甘蔗，送去糖厂去甘蔗。啊，咱知影台湾的甘蔗、甘蔗园，这是什么人？在日本时代去设的，你知无？你捌去过日本的人，你知古早，不是古早，应该是讲十五年前的日本的纸票。五千块的有一个真出名的人，叫做新都府邮政。啊，这个是后来捌做驻英国、日本驻英国大使，又写一本真出名的册，叫做《武士道》。你认为讲上爱看这本册《武士道》哦？啊，伊是。日本一个真出名的农业专家，在日本时代统治台湾的时候，我甲伊拜托伊来台湾起造台湾的糖业，啊，糖业就是规划种甘蔗，啊，开通火车路，所以日本时代台湾的交通网其实就是糖厂的火车，载甘蔗以外嘛载。人上下班通勤读册，拢是这种小火车，啊，这就是这个人去台湾设的哦。所以算日本真出名的农业专家，啊，五千块的纸票，迄个红仔头就是这个人。今仔去五千块，日本五千块的红仔头已经改人，改另外一个查某的文学家哦。啊，这是日本的纸钱一个真趣味的背景哦。啊，咱来看糖厂遍布台湾，哦，你也当看到足多拢是甘蔗园，啊，甘蔗，啊，伫后山的所在，台东有一间真大间的台东糖厂，啊，台东糖厂管理的甘蔗园，拄啊管到玉里，啊，玉里搁再起哩到凤林，遮就是属于光复，光复糖厂。所以分真大，啊，规片真大，甘蔗园真宽，啊，就爱请工去采甘蔗，啊，担扛到这个扛到的人，就拢负责去采甘蔗。这是我伫扛到的时代啊。啊，我吼实在是哦，我是1974年毕业，啊，去后山，去啊木桂伫关山。两年后，我封入做牧师。我拄啊封入做牧师了无偌久，我就接到大家派人来甲我指责，讲罗牧师，你敢会当来大家？阮的典乐长想要甲你熟识，哦，我就受宠若惊，安尼欢喜甲啊，倒来徛咧，啊，就去大家找典乐长。典乐长当问讲，牧师你是长老会？我讲是。啊，恁洗礼是安怎洗礼？我讲洗礼就是滴水，伊讲毋是浸水，我讲毋是，伊讲安尼好，是安怎安尼好？因为过去迄个牧师是浸信会，啊，就爱用浸。啊，武陵溪的水真水，因为拢山顶流嘛，真清水，真侪凡人拢讲伊要洗礼。啊，牧师就欢喜，甲带伊溪仔里，安怎走去收水？啊，拢袂晓所以顶下长头一个问题讲，啊，你是长老会，啊，恁的洗礼是啥物？我讲，阮的洗礼滴水。伊讲，安尼唔免去溪仔，我讲唔免。伊讲，安尼你敢会当来甲阮斗骹手？我讲斗骹手啥物？伊讲来做阮家家。的教化师，或者教诲师啊。我讲好啊，好啊。我是安怎讲好？因为1972年，我伫新南院的时阵，就已经去高雄少年感化院做老师哦。我细细汉真搞怪，我有伫中央会前会讲，我是后段班的哦。啊，拢真爱相拍，所以我的老爸足生气，几啊遍要把我抓去少年感化院，
讲你叫少年组甲我掠掠去，是阮的老母甲我扛起来，讲你若去掠伊去，你不如甲我太太好死，我都无去，我无去落尾阮阿去，啊，就是去做老师，啊，我是负责新生班，拄啊共关入去的，啊，啊，伫遐教册是。每礼拜拜六走去甲学生上课，上一早起，啊了，啊有迄个经验，啊感觉真欢喜。可能因参加阮后我的资料，所以这个顶六长会拜托我来做这个工课，我甲伊讲好。啊好，这顶六长去解出，然后讲老师只程度真悬，所以你来讲较深嘞。讲较深的，我讲好。后来我才知影讲，听多关就是公务人员真侪，因为公务人员甲生理人斗，才有迄个贪污的机会。啊，贪污伫蒋经国政策的下面，贪污无论偌济钱，上少都行侵，这是上俗的。上俗会当讲一个事件，就是。树林区空所有一边要开会，十二个人要开会，结果有一个人请假无来，但是临时请假无来，啊，因为要开会，所以准备十二粒便当，啊，因为十一个人来开会，所以就剩一粒便当，剩迄粒便当无得藏好判去，主办的人就想讲啊，剩这粒便当得来炸饭去，结果贪污。啊！就判十一年徒刑，十一粒便当，啊！就十一粒徒刑。啊！这就是蒋经国起来一个真严肃，你看这整经关前哦。啊！咱搁注意大家看，蒋经国刚起来办几啊个真重要的案，其实这个案无一定是事实，但是有迄种标示的作用。安尼就是包括什么黄道案。包括一只船叫做福西轮，在走香港，讲有通匪，通匪啊，你知匪？通匪啊，通共匪的嫌疑，安尼拢总的啊，迄日当班的人，无管你甲这只船有关系啊无，全部拢总的啊，抓去的人有几下拢判死刑。到落尾判上轻的，拢是十五年，判无期徒刑的真多，送去伫这种的监狱哦。啊，这种的监狱，你若送去，判几年会关较到哦，这就是较严肃的一件代志。底下嘛看到真多生理人，所以底下会拄到真多，那报出官位拢真悬。啊，我去。我属于教化师，教化师属于解剖科，解剖哦，啊，我就属于解剖科，所以有时阵搭编一寡资料看看，也趣味趣味安尼。啊，是我才发现，大家程度真正真悬。这个看个用军犯人订报纸，订刊物杂志，所以后德国留学回来，后日本留学回来。要英国读册倒来，大家伫看外文的报纸、外文的杂志，刊物真济吼。所以听到确实是悬，无真简单。啊，毋过真趣味，我去的时，啊，顶下叫着阿公老师，你来讲较深的，因为因听到拢真悬。哦，我伫安尼，新南院的册，咱拢嘛并并出来，是不是？啊，然后去爱演讲场。就拢爱上课，逐礼拜拜下晡六点，下晡是六点，因五点就食暗顿，食了就上课，食了就上课。啊，上课了，你会使去洗身躯休困。按透早五点来起床，啊六点来出去做工啊，六点出去做工，无论去倒位做工，你会使家己倒转来，嘛会使带队转来，反正啊，反正唔惊你走就对。就是因认为你袂走，所以家己会倒转来。啊，伫监狱的外面有起一栋宿舍，这宿舍叫做昆青宿舍。啊，你的厝内的人会使去啊，甲你探家，啊，甲你做伙住。
所以你即时去做工，暗时等于甲某囝做伙住，我安尼才有人性。啊，有诶三个月会当申请一礼拜去遐住，所以嘛，即个暑假拢客满，住诶房间费足俗，非常非常俗，敢若收家属钱俩，剩诶拢毋免，哦，剩诶毋免，安尼是真俗诶，哦。啊，你若是无当无亲人。无囝无来甲你住，你有一个月或者两个月或者三个月，你会当申请拄你返去厝探家。探家的时间五十点钟，换一句话讲，你会当伫厝里过两暝，你返去。啊，但是你得照约束离开家格的门，到倒转来，你袂使搬去。你若搬去，八分之八号分之。会通报全国通缉，吼、哦，所以逐个人拢会真期间出去啊倒转来。遮犯人来二次甘蔗，啊，你知台湾的糖厂十一月到过冬的六月，你注意到吼、哦，台湾的糖厂连冬库拢在铺垫，迄就是收甘蔗的时间，啊，到六月了。采收拢结束，糖厂地停工，啊开始洗所有的机器哦。啊，这个收割甘蔗是真趣味哦。头前在收割，后面就有一名女工在做。啊，这女工在做是在负责什么？头前在撮甘蔗的是这犯人，啊喷到沙里就啪啪啪啪一直碎一直碎。啊，后面就有迄个请来女工在收甘蔗尾，甘蔗尾剁掉，一直剁，一直剁。啊，咱知甘蔗尾饲什么会上盖好？饲牛。所以你若看牛，一直嘴在剥剥迄个甘蔗尾，剥了，迄规个嘴口拢肿破，迄就是食甘蔗尾。啊，你若看食饲料的，像这个美国牛拢食。食迄个番麦饲料，拢袂腐袂枯烂，啊，这就是营养饱的。食即个甘蔗尾，你会看到嘴烂，安尼流流甲变苍苍，这是食甘蔗尾。啊，这女工在负责收甘蔗尾，啊，然后有牧场，伫台东过去有一个所在叫做初鹿，初鹿也有龟山的饲牛的牧场是。土地银行的，吼、哦，啊，咱知影真出名的牛奶，就是出入牧场，啊，迄个拢规个包归遐去，啊，咱再规支甘蔗拢袂了去，吼、哦，甘蔗皮会当做棒，做甘蔗棒，吼、哦，做木，迄、那个建筑的材料，啊，规个甘蔗是真有意思的，啊，遮个。即个犯人逐日得出去撮甘蔗，啊，你若看撮甘蔗啊，即真心酸啊！因为过去拢掠笔办公室写字，啊，即马若去用掠到犯人开始撮甘蔗，你就知影彼是真艰苦。毋捌撮过的人，迄头一日就想讲要拼，啊，即马拼甘蔗一直撮，啊，咱知影手地啊嘛，会碰拍，啊碰拍吼来休困。啊！不过你休困又规定，你一日爱撮两千斤、两栋的甘蔗。啊！你若是交袂出来，成绩无够，成绩无够，你就无可能减油，嘛无可能探亲，嘛无可能请人来看你，你是无可能。所以为着要让伊成绩有够，因有时阵来共买你的甘蔗来斗我今仔日的成绩。啊，再来就是安怎样？就是遮个老兵叫做老鸟啦，吼、哦，啊，新入来叫菜鸟，吼、哦，菜鸟、老鸟，啊，这有一个说明。啊，若唔知的人，撮甘蔗了，撮，啊，手碰拍，佮继续撮，这落尾这个拍会安怎破出水？等到下晡，你的手落啊，都黏滴皮哩。然后恁倒转去的时候，那熊熊，看这熊熊都把它偷下來，你都要提心煞抓起来。啊，因为是撮规日，为着要交两栋的甘蔗，
头一礼拜出甘蔗的菜椒啊，逐个拢会好。然后，啊，倒伫眠床，这手就是一直颤。安尼差不多爱一两礼拜，差不多未食未困，手颤。但是你未使无去做，你有缘爱去做，爱去做啊，做袂行。所以后来，即个老鸟拢会甲菜鸟讲，唔免做遐凶，慢慢啊来，日子真长。所以呢，大家讲，你唔免赶，慢慢啊做，做无够不要紧，啊，厝里老钱加减开，啊，过期乖外侪加减错，啊，就是去甲老鸟买，啊，买甘蔗来补，啊，有真侪人会顶气魄。惊啥？我若捌做过，啪啪啪啪，啊，唔使输一个，啊，规个赔一个呀。哦，啊，所以就好，啊，这个经验落尾大家惊，所以迄边若烫手炉啊，你来浸温的水，慢慢啊浸，啊，让这个手较湿，啊，这样呢，有当时就是夹加倒手炉啊，大家好破，迄种破，面洗的手炉啊，加好破。啊，只慢慢啊听，慢慢啊听，啊只补，啊只然后扎口袋，啊第二日搁要出去，搁慢慢啊找，慢慢啊找，一两礼拜后，一个月后，因为找第七个月咧，所以一两个月后手就安那，结单搁来第三，爱刀啊吼，刚刚的喷刀啊，互你喷喷刀，互你，但是迄喷刀定定是袂来喷两三支甘蔗的气感。哦，安尼有一个所在的桌啊，钢桌真出名，叫做树林桌啊。所以有一阵时间，台北的树林桌啊是真出名，大家若回去探监，拢会当买几支啊桌回去喷喷喷，啊出感觉的，拢会留落来，予后代人继续去食啊。这是一个感觉。咱知影台湾的南部叫做恒春半岛。恒春半岛真水哦，你会看到一种鸟仔过境，鸟仔在过境，迄种鸟仔叫伯劳匹诺，一鸟在过境。我伫遐无会常常跳倒来啊，载我的太太，啊，拢会拄到啥物？哎呦，西北风这边来，乌云，啊，就我倒来停咧，啊，准备要穿雨衫，啊，忽然间听到毋是是啥物？匹诺过境。几万只，哇哇哇哇哇！这丫头一看，哎呦，妖秀树！三四十年前，有一个所在是真出名，就是对屏东落去到车城阁落去，有一个所在叫凤港。凤港。这个所在就是要转过台东，甲落去恒春的一个交接站，所以通常啊，公路局的车拢会伫这个方向，予旅客休困，啊，遐拢在卖鸟仔包，哦，会掠这个鸟仔，红鸟仔包，啊，这后壁的人哦，拢无认真卖。啊，就摕卡米拉一直翕。啊，咱台湾人是真古锥，拢家讲现台现行的，啊，就一直翕。啊，然后就当铺起哩报纸，哦，就讲台湾人真野蛮，到底食鸟啊吧？哦，台湾人真善，掠鸟啊在食。啊，咱知后壁的人袂做这个代志，哦，啊。啊，咱台湾人都唔知啊，结果全世界哦，足济即种鸟仔保护协会伫写批来骂，所以台湾的政府来禁止掠鸟仔，啊，煞还爱靠一行鸟仔巴伫生活，拢总无头路去。其实阮迄阵也捌去来食，啊，你知影台湾人真好食。唔好去食到脏水，唔好去食到臭腿，唔好去食到脏水，唔好去食到臭腿。哦，有脚的食到剩倒脚，哦，有腿的食到剩老腿，大项食。所以你看，一只你对。对鼻嘴食到鼻尾，去食到鼻卡口，鼻子、鼻刀、鼻肠啊，甲咱鼻塞无食。
这是台湾人，所以你看一只鸟仔把刣了，行行的来吃，拄啊对鸟仔头抱到鸟尾，打鸟去，吃了了。西方的人一看，欧美人一看，哎呦，这真正是被开化的民族啊！一只20块，这是真出名的香港的所在。我去看啦。天哪，丢工牧师，你要讲深一点。我讲我知道，我一直感觉我算是有听到的。虽然读册是后段班，我去新人院有拄到两个真要紧的先生，教阮安怎样读册。一个就是宋专生，伊是阮一年的时阵的先生，也是阮的院长。伊甲阮讲，读册会爱安怎读？佮另外一个先生是桂永明先生，桂永明牧师是旧约的教授，伊嘛甲阮讲，恁哦得拼命读册。所以我即个后段班呢，得到这两个先生的启示，就认真读册。啊，认真读册，所以我对家己有一点仔信心，想讲要讲予遮个凡人听，无问题。我就去，啊，头一日，顶下长就介绍，这是罗牧师，啊，即马开始做咱的教化师，大家注意听，伊甲咱教示，我就开始讲，我才讲三分钟，下面的人就开始开汽水啊，我就一直讲。牧师，我无爱听你念经，只是做工介艰苦。暗时搁听你念经，你敢袂使卖念吗？我煞戆戆，啊，顶头就徛伫边啊，手叉呢就一直看，然后伊讲放尊重点，特别惊，啥物？因为顶头就伫决定你会使请假袂使请假，顶头就伫决定你的某囝会使来袂使来，顶头就伫决定你的兄弟。使减少，唔使减少，所以大家唔敢加贵。啊，所以顶下张继续徛伫遐，我煞唔知要讲啥。啊，唔，大家嘛是在啊，讲较紧，讲较紧，因较紧念念的，较紧念念。顶下张其实头讲叫我讲一点钟，我都讲十分钟，相当。迄边了真艰苦，所以我逐日拢祈祷。拜一若到，礼拜一礼拜了，就开始在烦恼拜一，所以祈祷上帝，看当我我都爱到着天顶啊，小风，特别是伫溪底风，算真高苦的，啊无伫咧期待看当到着不赛出的，安尼我就唔免去，啊是嘛伫期待看到大风，因为遐无礼堂，所以拢伫迄个埕。四栋的下房，啊，伫迄个中间迄个埕，啊，若落大雨，毋免上课。毋过太奇怪，我逐遍祈祷哦，都歹毋免派。逐遍祈祷哦，天毋捌落雨，拢是上课了开始落。所以有几啊遍去行到结束，就袂当转去。袂当转去是安怎？因为当时的后山。公路是经过水路，所以有一句话真出名，叫做“要去台东，要倒来台东”。台东叫做太东，未东，安尼听有？要去台东，要倒来台东，意思就讲未东，未东去，未东倒来。原因是啥物？因为山顶落大雨，山脚溪流。用水，我倒摆徛袂过，水流真急，有当时会冲落福州落来。我捌有一遍试要牵乌龟，叫石头弄着，为台车顶过人险流去。但是我当来袂使甲阮某讲，惊伊烦恼。我五点外出去，当来到厝，常常是暗时11点，敢若为着啥，无爱了50块，因为铁牛仔伫遐在等。讲，把你举起你车顶，
剃骨啊，你知无？嗯。啊，知影剃骨啊，拼装车知影，就是迄拖拉机拆起来，啊，剃啊剃放架架咧，啊，就一台车台真宽，迄拢唔惊水，上少得爱两公尺以上的水。才会挡着伊的车门，伊会当过。所以，逐日举起哩车台顶面，对遮到迄个玻璃门口五十块，无爱等，我伫遐等，等三点钟。啊，今仔日想起来才真不安。但过迄阵吼，才是倒一点仔气。啊，你就是安尼在经过，有一日，我就继续去，继续。其实有一个事件改变规个家家的生活，哦，一日去拄到看见一阵的犯人，为着一个犯人伫壁角边用迄个上歹的话顶面迄个人，迄个人敢若一直哭，我毋知发生甚物代志，我拢穿牧师衫，所以即个犯人看到我就知影牧师来，所以就看到牧师来讲啊，牧师来啊，牧师来。我说卖草鱼，你死人无路用。我讲我是甚物代志，后来去我问爱甚物代志，伊拢一直在哭。后来我就走去介护科调资料，资料出来看，这个人是台北，台北人。这个人做一件真歹的代志，伊是一个计程车司机，啊，因为去饮酒，啊，半暝点外才回来厝。市电铃出来，家开门的是十七岁的查某囝。伊看到伊的查某囝煞现白中波，伊的查某囝，所以伊的母足生气，就拍电话给警察，家抓去，结果判四年的徒刑。判四年的徒刑，送去伫鼓山监狱，桃园鼓山监狱。咱呾监狱吼，三四十年前的监狱是道亦有道，安尼就是讲，虽然无道的人，也是做歹代志的人，阮也袂堪得这种乱伦的代志，佫是家己的查某囝，所以这个司机啊，这个司机真可怜，逐日暗时要睏的时候，会互几啊时段搭拖去便所。拖去裤裆脱起来，也伊的起面下体一直加软，愈加规个下体烂破，所以伊真艰苦，逐工甲申请，讲看会当甲伊吊监狱，吊过牛岭外啊监狱，伊就真正吊去迄个所在，因为伊真认真做工课，一直在想讲要安怎去补偿伊厝面的母囝，所以。伊把监狱申请，伊的成绩已经有够，毋忙会当返去探亲。监狱有准伊，准伊探亲，但是村里的人无爱寄钱，互伊坐飞机返去。啊，我就一直在想，啊，这是要安怎做？啊，真可怜。所以我就想讲，我会当做一件代志无？我就写批，我就了解了，我走去找监狱长。讲监狱敢会当借钱予伊，啊，伊以后做工来还钱。顶狱长讲，这个袂绝对袂使开，开落大家拢要来借钱。我讲安尼要安怎？我也无钱，我迄阵一个月领4200块。我才算算的，伊若坐无人机，伊在对监狱坐计程车，计程车去台东机场，啊，坐无人机转去台北。啊！再去对台北坐计程车，返去因家，安尼来回三十六年前，我甲伊算，安尼大概要2500块，所以我就写一张批，互一间航空公司，迄拄啊唯一的一间在飞台东线，一日飞两班，早起一班，下昼一班，关东航空公司。我的查某人伫边仔看，
你下个月我航空公司准备下好下，我讲唔知，啊你是八项，我讲八无半的，你讲啊这个批敢有效？我讲啊无效，加减下个嘛，因为我唔敢去交朋友借钱，借钱来讲这故事给你听，哎朋友大家听到哦，哎庄家人听到我看心中都惊去，无敢借，所以我得下批啊批。因为唔知影什么人，所以我就写敬客者。像我念互恁听的批是安尼写。我是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牧师，现在伫台东关山的牧会。我嘛是古灵怪雅参加的教化师。我伫遮有拄到一个犯人，表现真好。我袂使讲做甚物代志，啊！伊真正表现好，才会当请假。不过，伊无钱，我嘛无钱，敢会当拜托恁，予伊坐半票的无人机，剩的半票我来负责。迄阵的限时四块，我得来寄去。我查某人讲，啊，无效嘞，四块加了。不如三块钱去买一包生意面。不过我批寄出去，其实我在写批的时候，有在祈祷，上帝啊，你得感动看批的人。我头先念我有看恁感动。我牧师人是安尼，哪祈祷哪欢乐，哪祈祷哪在欢乐，我才是作乐。批就寄出去，寄出去四日后，忽然间。收到邮差来大声话，老师啊，挂号哦，给囡仔来等哦。挂号给囡仔来等，我头一个反应，有啊有啊。哦，对吧？我左人讲有啊有啊，伊讲有啥？我讲唔知。囡仔走出去，结果就是关东航空公司寄限时挂号人。我感觉奇怪，你知影较早的机票甲今无同，讲啥物电子机票，较早拢贵本啊，贵啊点。啊，头一个收到的反应就像望看狗狗啊，无报，啊，往内拢无报，哇！啊，无机票，啊，即摆伫酒一光看啊，内底十行纸，啊，无机票。我查某人问我有无？我甲你讲假了。啊！不过那一件挂回来，无那一件挂回来嘛，真奇怪。所以我甲我查某人讲，啊，不过伊件挂回来，啊，拆开起来看看，真正是十行纸，十行纸是安尼写。敬听的罗牧师，读你的批，我唔真感动。啊，我头先读一遍，恁也无人知。所以，我欢喜甲你斗三工来关心家教的受刑人。你若以后还佫有任何这个需要，请唔免客气，甲阮讲，阮会甲你帮忙。然后附一张便条啊纸，便条纸，便条纸是安尼写：对某时某月某日开始，到某时某月某日止，一个月内。这个人，这个人坐台东台北飞行机，一律半票优待。好像出半票，我那。我甲我的主人讲，你知嘛？他偷准备。我的主人就听他听到伊讲，啊，你得几多半票，偷半票，上帝拢嘛听你几多。我知啊，不过我若知影遐用意哦，我是偷全票。我甲我的主人讲，欠1300块给我。我有倒来徛咧，走去甘蔗园。找这个受刑人，我讲你出来，你出来。然后我甲因的因的管理员，管理员就是警察。我甲管理员讲，有这张批你读看吗？管理员惊着，啊，伊啥物惊我到底唔知。讲好，牧师你较紧来载转。我倒来徛咧，载这个受刑人转去监狱，带伊去找顶人。
我把丁老丁摕这个批我看，丁老丁真感动，伊甲这个犯人讲，你呀、啊。你要好好反省。啊，然后把这个事情讲，你先去洗身躯换衫裤，然后叫伊的司机来。另外，张叫司机去福利社摕一挂单路，啊，然后载这个犯人去台东机场坐下昼一点的飞行机。我真感动。但是迄件代志了后，我发现。上帝解苦水，下个大改变。我本来搭便去拢会祈祷，看会好多摆盼去哦，落雨，因为因真正无爱听我讲。但是迄边了后，我去家乐，特别拢发现家乐门口一边五六个，摆两边，有诶唱彭佳碧，有唱洪秀全。啊，我是你来哦，哎呦，遐寒你唔定好安尼拍起来。啊，一个烧嘞，哎呦，安那会变天咯、哦！我一直想过，后来才知影，这个犯人拢走来外边，对牧师讲真讲，你也发福气的啦！无啊，卖安尼啦，讲一个啦，无啊，一定有啦，我讲无，后来我才知影，迄、那个代志。过日拜日，因为是拜日，过一礼拜拜日发生，就是过日顶立场，和这个犯人回去的过日顶立场，吊所有的犯人讲话，讲讲你们不要欺负吴牧师，他的后台很硬。他要全票有全票，坐飞机是不要钱。我们知道台湾的民航公司通常是空军转移的，所以装修店啦提来拢做当时后台固定小心。对迄个时阵，感觉的烦恼，乖乖乖，我搁乌白讲，伊嘛一堆啊，听到。我讲家庭问讲，罗老师，你的北部是咪啦？我讲无啊。我讲哎呦，参详一个啦，讲一个。我讲耶稣，讲我得知哦，你讲。我迄件代志了，因开始甲我非常好。上帝定定伫无注意的中间，伫做咱想袂到的代志。我有祈祷啊，暗古嘛有烦恼啊，也伫祈祷，也伫烦恼，实在是做不落去。不过上帝伫我无注意的中间，牵这条线，啊开始改变感觉，感觉的人以后不再欺负这个人。大家人知影讲爱三帮三，啊无牧师迄个八股唔甲咱斗住，所以呢，因就开始改变，有一日。我去到家家跟上课上了，有一个时段，角头时段，你知影什么叫做角头时段？黑道老大，家家的内面有黑道的人，但是黑道的人那是伫外面是老大，就是永远老大。今仔日的黑道，甲当时的黑道是无同，较早的黑道是真正有实力的人。今仔日的黑道的得点大会是看技师用，还是无用？三开敢变变叫，唔免看面子会做老大。古早毋是台业绩面子，这个业绩面子包括贪偌济人，甲人拼偌济，还佫有钱，通饲土地，这叫做角头时代。啊，这角头时代穿的衫是无同款，啊，伊伫家家内底生活。拢有人甲伊款甲真周至，面皮有人甲伊折，逐日食饭有人甲伊加菜。哦，伊敢若洗身躯家己洗，马杀鸡有人甲伊抓，做工爱家己做，但是有人会去友好，友好就是讲啊，我今仔日无成就不要紧，我会拢互大诶，我找诶甘蔗拢找互大，即种诶时代。哦，啊，即个时代有一个特色。身躯是赤身，哎呀，赤身哦！我看过上水的，就是规身躯盘规只牛，
对卡车片派来到胸坎，通过颔管口来到卡头骨，啊，然后这个龙头端伫布袋顶，啊，布袋吸灵珠，端点了，啊，这种的衫，这种的卫生裤，赤身的人，伊袂穿穿我这个衫。伊会穿像啥物？无穿内衫，干那穿一件薄薄的西装。啊，这个西装哦，大概咧真光的，所以安尼脱起来看起来，才小可暗无暗无。啊，伊这若行过保护区，伊干那安尼在行路，后面一对几啊个人，啊，然后比如何表情，大家就看出来。啊，对，那我即摆放一领地红包，就送一片，安尼，就是安尼行。我的教会其实后来有一个这种的搭头洗礼，啊，过星期我去得，我是安尼哦，回右过星，查甫的我会去搭换衫裤、穿新裤，哦，我一边看一个惊一个，阮迄个兄弟本来是安尼赤身，后来我才知影讲，伊拢毋捌穿短裤，原来就是赤身赤到脚头骨的。啊，这用恁老机会，才阁讲这个人的故事，互恁听，这也真趣味的。啊，这个时段呢，我去的是，伊就甲我讲，牧师，你敢有赶马回去？我讲敢有啥物代志？伊讲来下房坐一下安怎？我讲好啊，我就对伊入去，伊伫爱享忠孝，哎，忠孝仁爱，吼，爱享。我就入去伫教一个时啊。啊！加呜这一声，我真奇怪啊！为啊只鸟啊走到出来，我看一个惊一个。伊才开始讲这个故事。伊讲我昨日去找甘蔗，伊讲牧师你知影，我饲鸟啊，昨日找甘蔗。有一日我伫找甘蔗时，突然间有一只鸟啊，对我的头前飞起来。伊一看，肥肥的鸟只，伊仰头来看，下面是一个鸟仔兽，伊披露背景的鸟仔兽，伊脚已经踏伫迄个鸟仔兽，伊就脚出来看，原来迄鸟兽内底拢装鸟仔卵，夹到嘴高高，伊无感觉啥物，分到亚太，啊，乌一个窟啊，啊，鸟仔兽就呆呆。你知影呐？有鸟仔。过境也甘蔗园树尾做收，这是台湾过境的披露。你知影，若有鸟仔真济在休的所在，就有啥物货真济？蛇。所以哦，因遐的犯人拢真好抓，雨伞则分丝穿，有较花，抓的吼，拢较紧的，走去买一个玻璃桶仔，米酒一打半打的罐罐的。浸抓酒，好，波当真好。这犯人哦，在迄种的环境足够生存。啊，这个时代讲，迄日出甘蔗了，心情无真好，暗时拢困袂醒的去。伊讲差不多一礼拜久，拢听到鸟仔声，呱呱呱，爱定看到一个乌影出过目睭前，伊感觉。真袂爽快，继续逐日拢出去找甘蔗。一礼拜后，伊搁在找甘蔗时，突然间搁看到一个影出起来，啊，然后鸟仔搁在发呱呱呱呱呱呱呱，伊讲啊，毋过伊打到鸟仔时，仰头来看，真正有几只已经开目，已经开目的鸟仔还袂发死呢。去予打死伫涂骹，哦，伊看一个真艰苦，伊就屈落去，挖一个窟仔，将遐个鸟仔甲带带，伊着搁转去，心情无太好。啊，着搁一个月后，伊讲伊继续去找甘蔗，找啊找找找，伊即摆伫找一个真细只，啊，无想到伫找甘蔗时，甲边仔人伫讲话。啊！边仔人，迄个人，要达讲，你遐有鸟啊？伊拄要达讲的是鸟儿，佮飞起来，伊惊一个，都退一步，好加载无打落去，遐一群鸟兽，内底有四只鸟仔囝，
拢还袂开饱，你呾还袂开饱，就是单刚孵出来，伊是孵落去，将迄个鸟仔收搭饲起来，就带落地仔哩，走去找伊个主管，甲伊讲心情真歹，我要返去休困。你知伊是角头时段，即主管讲好啊，你家己返去爱行路，爱家己行路，啊对路野行到到武陵大拉，安尼超着爱40分钟，就家己行路返去。伊返去个时，先走去对呢，伊先走去厨房，厨房拢嘛是犯人，会叫厨房来。大家看到大个来，讲诶，大个你今仔是安怎较早倒来？伊拢无讲话，啊，看伊面真严肃，会鸟仔想出来，说看要安怎处理。咱伫滚笑，大个要伊毋着掠鸟仔，要掠即落才会开饱个，即连钱嘛无法度。因大家在讲，伊着甲遐人讲，这毋是要钱啦，我讲看要安怎饲啦。其他的犯人伫遐主动来讲，无囝无得饲咧饲鸟。即个大个规个目睭都乱个，家己惊，拢无啦无啦，大个讲笑。啊，你是真正要饲鸟，讲对啊？啊，这是要怎饲？无鸟仔要包关死。正月十二月天有台风，是真寒。伊阵个后山西北方那一个头真冷，所以因大家就叫来开会，厨房个拢无做工，拢来开始参详，要安怎饲即落还袂开目个鸟仔囝？所以因想到一个方法，米搭羹做米仔糊，糖搭蜡做糖水，用起土滚糖水粘米糊，鸟仔一只避开，慢慢饲。这是一个方法，伊讲安尼试看卖，真正是安尼做。不暗时看要安怎，要来亲像爱迪生，抱鸟仔囝，莫烧，哦莫死去。因为你无鸟母甲伊温暖，因可以想到一个方法，伊讲暗时来用面汤水，面汤水，用菜碗公，鸟仔收藏碗碗公。放在烧水的中间，放在面汤烧水的中间，安尼安尼会烧，啊，然后顶面呢放手边来照。这个角头是大，真正是安尼。洗身躯了，鸟仔囝放咧就开始拍地啊。凡人一个看，大你去困。阮来种，然后随时有人收到，落命令，落命令，菜园佮花园的人，明仔载开始看到菜坛、花坛拢总掠掠着，大个在饲鸟啊！哦，对，迄日开始，菜园是免蒲公英，花园无蒲公英。大家拢认真在来采，囡仔一支一支带，倒来第一只一只倒饲。有个人也准讲大个爱饲鸟啊，即马出去凑甘蔗，看到鸟仔收一收。我突然间，规个家族内面拢拍个在饲鸟啊。但是因为饲鸟啊，家族的规矩都好。真少人搁在谈生，大家拢在讲鸟仔叫，鸟仔开始发明，鸟仔开始开目，鸟仔开始会叫。虫无搁再饲米粉，虫一只一只饲。大家开始在写笔记，今仔日鸟仔生做安怎，明仔载安怎，有人搁会晓画图，一直搭画起来，无堪免啊用图画。即马脚只有几寸哦，即马来身躯偌济。佮开始讨论，会对一只是公的，对一只是母，所以就改伊号名阿英啊，一查某，阿弟啊，查某，一只一只改伊号名，啊在做记号改看，因为拢毋是内行，大家拢伫遐交换心得，有诶饲死去，好甲哪啥会，有诶饲甲哪来哪肥欢喜，鸟仔一只一只大只。天光的头一人，
骄傲就是碰出来对您爸在放尿，您爸说死你，骄傲农民肥皂对伫身躯边，肥放伫镜头顶，那是大叫大饲饲饱有感情。你若想看无鸟母，鸟仔囝要安怎有飞？伊嘛搁开会讨论，从鸟仔囝开始，搭放到伊啊，细只时放到伊啊，就开始在叫。来，阿英啊来，来，飞边仔就一个将伊啊搭烟头倒，一只鸟仔因为伊啊烟倒，就失体起来，哎，盖乖，搁一遍来，甲飞，啊，然后对椅仔摕去桌仔顶，然后对桌仔顶摕去窗仔球，一只一只甲伊飞，甲伊飞，飞啊飞，足够飞，拢伫房间内底飞来飞去。逐日要出去做工，宿舍的门拢爱关起来，有专门伫顾宿舍值班的爱负责顾好好，但是其实鸟仔拢袂飞出去。因为遐是因的想，因逐日对甘蔗园倒来偷一项代志，会缩落去眠床脚。过去偷一个甘蔗园倒来真赤野洗身躯，毋是因倒来先饲鸟，饲了才去洗身躯，啊，然后甲鸟仔讲话，恁爸今仔日臭。哇，三年不在。安尼饲鸟仔，鸟仔一直大只，一嘴一嘴一直听。其实伊日就我去看伊的宿舍饲鸟仔的代志，我是其实常去因的宿舍，但是我拢无去注意到宿舍内底眠床脚饲几啊群的鸟。这个是大头讲，其实牧师今仔叫你看，这是要甲你拜托一件代志。你明仔载，敢会当来甘蔗园一转？我讲会使啊，有啥物代志，你得来遮讲。我讲有代志，伊讲对。我讲好啊，几点？九点。我讲无问题，九点我到。若啥物对一个农田，我甲伊讲，就讲好，我就回去。但是过日，我照约束去甘蔗园。后来我才知影去甘蔗园，这个时代看到我去，就叫其他的人讲：“牧师来啊，大家来哦！”大家结果就是拢一人拢抓两只鸟啊，来十个人啊，二十只鸟啊，拢抓伫身躯顶啊，杀来。伊讲牧师今仔是要拜托你，这鸟啊拢饲大只，还放伊飞，放伊飞走，要放生就对。我才想起，我读新学院一年入去，我遐高年级的学生拢教阮教一项，恁来准备一篇祈祷文，是为着弟母生弟仔祈祷。因为阮的派去庄脚教会实习，派去庄脚教会实习，当时的庄脚拢常常有人饲弟母生弟仔，得为弟仔仔过生活。其实这边带我甲无孙娘。坐克鲁斯去迄个拉斯维，不是拉斯维，一对夫妇，迄个先生，其实就是咧台湾公车。伊细汉的时读册时，伊的老母一学期饲两只猪母，生猪仔囝出来。这是一个真可爱的故事。阮去读册，高年级的伫教阮遮一年的学生，爱准备一篇为着猪母祈祷，因为有可能猪囝、猪母要生，会较紧叫先生来，阮叫做先生。伊是哪伊读册地方叫做先生，甲进吼，阮叫名足无共款。先生啊，猪母要生啊，较紧来祈祷。阮有准备呢，到毕业拢无用着。真可惜，迄篇祈祷文袂去搭留落来，迄拢有经过高年级修改。我忽然间讲要叫我替鸟仔囝、替鸟仔祈祷，我毋知要安怎祈祷。毋过因拢听来，我就传祈祷。我祈祷是安尼讲的：上帝啊，
只鸟只已经饲大只，用一马要飞去应该去的所在，恳求你保守看顾，唔好栽伫遐掠鸟的人的手，安尼就去红港红鸟啊巴，就当平安飞去。伊到了，我传讲爱讲阿明，伊就真大声阿明，我讲放哦，安尼啊放歇去。鸟仔唔走，就头壳顶飞来飞去，飞咧就去休啦。遮个修行人看了看袂落去，走啦，紧走啦，一直叫遮个鸟仔走，鸟仔唔走，飞来飞去，恁就去土完，把鸟仔牵。恁把遮鸟仔讲一句话，感觉佫较水，嘛毋是你伫住个所在。拄伫迄个时阵，有另外一群鸟。我过境，即鸟仔就打来，一直飞，一直去，一直飞，一直去，飞去了，这个时大头讲无输，我过两个月出家啦，我要将我的宝剑拢甲伊找过来，边仔有一个作业，但问讲，啊，你是要找对一个宝剑？伊无生气哦，伊讲找唔到，拢找唔到。我问这个时段，你是安怎会安尼想？伊讲我饲鸟啊，我才发觉我过去伫台南无感觉，今仔日饲鸟啊，我才发觉生命真可贵。养育生命真艰苦，所以我一定要将遐个母仔甲伊找出来。其实毋是我感动这个人，是这个人伊用生命在饲鸟，伊趴伫面汤边在顾鸟，伊一只一只来饲。咱有真侪人讲疼台湾，其实拢疼伊嘴。咱有真侪人讲疼台湾，真少用生命投入去伫疼惜。咱若是无用生命伫疼土地，若无用生命伫疼别人，即种个生命会出现。咱中间毋知有人骗我人，有骗我人无？无。骗我有一个人是美国。去台湾，伊一个福建人，名叫做白宝珠，中文的名。敢捌有人听过？我1967年，我去澎湖做兵，我捌一个白宝珠，迄阵的澎湖人，甲伊叫做。白姑娘，然后经过差不多十年后，平湖人甲伊叫做白阿姨。20年后，平湖人甲伊叫白阿妈，年轻的一代叫白阿妈。伊是对美国信义会差派去台湾的宣教士，伊是一个护士，他大学读护理系毕业。伊个老爸捌伫中国做过宣教士，但是中国互共产党占去了，伊袂当搁再去中国。伊伫台湾，伊对美国来到台湾，1952年来到台湾。来台湾了后，伊伫马街病院倒脚手一冬，然后伫。北里，台北北里，知影无？淡水对面的北里，还有一间叫做牛山园。这是牛山园啊，它是读作牛，不是读作鹿吼。牛山园，这是戴仁寿医师专门收留的照顾。在照顾麻风病的人，伊去遐工作2年，伊发现一项代志：真侪病人
未少的病人是对配偶来，所以认为应该去配偶照顾这个胎儿病，咱讲做胎儿病、麻风病的病人。配偶是一个真保守的所在，所以若有一家伙的人内底若有一个人得麻风，厝边头尾的人会惊，得麻风的人嘛真惊人知影。啊，跟平和人有一种真严肃错误的理解。麻风病人若过星期，厝内人袂使哮，因为哮的声会将歹菌先煞带出来，心人听到，心人会受感染着。所以呢，厝内若有胎儿病人过往，通常利用暗时人伫睏的时，草树啊，光光的，光的去。也外王阿婆伫遐家己卖做，地保主去到地平哦，摕到资料开始访问遮个病人的家庭，一户一户去。但是因为无人买防灾，什么人是着麻风，所以当伊去到一个家庭访问的时候，迄家庭的人会足生气，用西药共伊破，互伊毋敢挂去。啊，为着要让人不知道是对一个家庭，所以厝边头尾大家人准备西药，讲这个人来，就是表示咱这个所在有胎儿病就简化。所以地保主无法度挂去，不过伊无惊吓，无退，伊利用什么？利用胎儿迄阵叫做心理病院，这患者来看病时，甲伊讲。你唔好安尼，你一定伫厝里，你来注意什么代志？我去你的厝，我袂互知影，但是我甲你讲，对一日什么时间，我要去恁家，伊要去看伊的厝，倒位来改变，倒位安怎会当互伊麻风病，会当较好势伫厝里来过生活，才患者渐渐理解。若有听到人过身去，患者过身，伊拢会事先甲家属讲，毋免惊等我来。伊本身去，甲患者揉身躯、换衫裤，然后跟迄个患者去排座。这是一个查某囡仔的护士，安尼做，大家人真着惊。伊哪会袂着胎哥？伊哪会袂着胎哥？才渐渐对遐改变平和人对胎哥病的认识，然后伊拢做居家护理，然后伊伫心理病院，伊坚持要求院长爱将胎哥病，也是讲麻风病咧看的患者开另外一个门，即个患者毋免去大厅挂号的所在去安尼药啊排列。因伫一个专门的区，爱隔离，互一般的人看袂到因的面。安尼，伊拢总伫平湖，对1954年，伊讲2年来到台湾，是咧1954年着，伊就去平湖，一直到2006年。2006年的时候。身躯非常非常无好势，一世人的日拢伫台湾的所在。伊捌代表台湾去巴西参加世界麻风病的会议。伊伫迄个会议的中间，甲人讲，伊伫台湾安怎地做麻风病医疗的护理工作。有人怀疑。伊是在替国民党讲话的人，但是伊当场有人起来甲质疑，是毋是在做国民党宣传的人？伊讲恁其实会当找时间来平湖访问，真正有人去平湖甲伊看，看伊所在做的，已经是当时在治疗麻风病全世界上先进的方法。所以去学 WHO 的评论是整个亚洲地带做麻风病上标准的一个区域。麻风病在伊的手里，
到底两千零四年，两千零四年，麻风病伫澎湖完全停止转嫁。一、這个人到底两千零六年诶时，身躯已经无法度振动，嘛差不多真艰苦。但是伊有得到台湾政府予伊诶医疗奖、医疗奉献奖，伊无爱去领。政府嘛，甲送到伊个厝，伊嘛拒绝任何记者去采访。有真侪新闻记者想要去采访，坐飞机到澎湖，落飞机就问：啊，这个白姑娘住伫倒位？有真侪司机讲：你对倒位来？伊讲：我对台北。啊，你是伊个什么人？迄司机佫会答调查：你是伊个什么人？伊讲：无，我是对一个报社个记者。电视台啦，新闻台，哦，是安尼哦，安尼来，我载你来，载到伊个厝，差不多100公尺就，恁来带遮两车，我袂使互伊知影我载恁来，啊，恁定好呾讲哦，对一个司机载你来，无伊会甲我骂。伊讲啊是安怎安尼？伊讲伊就无爱互载，无爱任何人去甲伊报伊个代志。然后这个记者问讲，安尼爱偌济车钱？伊讲看白姑娘唔免钱，干那拜托恁一件代志，好好啊，达介绍一下。伊讲当然当然，啊，毋过爱互你钱，伊讲唔免钱，因为白姑娘照顾我拢无钱，拢无钱。这是司机家己的感动。这个记者想要去采访，伊连开门都无啦。伊讲，我袂使，我嘛无爱，这拢毋是啥物通宣扬的代志，这是上帝爱我来做的工作。伊拒绝任何记者来采访，那拒绝任何记者采访，到底伊年老2006年，伊已经是86岁的人，伊将所有。澎湖这个麻风病患者的资料拢放火来烧掉，伊无爱予人知影什么人捌得过麻风病。伊做这么的好的工作，确实无人知，嘛真少人得注意。2006年，我知伊特别过身，我写一张批给阿扁，我嘛叫阿扁的丈母甲伊讲。讲有这个代志，台湾人应该爱去感谢，特别是总统应该代表台湾人去感谢。阿扁也接到消息，叫卫生署佮内政部拍电话给我，爱我甲伊做伙去陪哦。我讲你家己去，我则无想要方便。后来阿扁也真正去遐看，阿扁也去遐看，也讲两件事。讲我代表台湾的百姓，说就是。然后伊甲白本主讲，你拢唔免烦恼所有的医疗费。然后伊叫卫政部，爱伫澎湖有一个公园叫做春晖。春晖公园爱来做纪念性，然后叫卫生署爱伫澎湖县立病院，即马叫私立医院，做一间纪念室，收集伊所有的资料。白宝珠知影伊特别过往，又写一条遗书，迄、那个遗书讲啥物？伊讲将我所有的身躯会当用的物件拢总甲伊摕起来，唔通浪费。有心人需要就好伊，但是你想伊的身躯要有啥物货 ？AIT 知影美国在台协会，知影阿扁也要去搭看，前一礼拜生病去，去搭问这个白宝珠，你是不是爱阮甲你安排返来美国，或者你厝里的人来陪我看你？伊讲唔免。我剩一个小弟，身躯已经真疲劳，坐无人机真危险。但是我
我是平湖人，我敢拜托一件代志，唔通将我的身躯带离开平湖。伊甲 AIT 的人讲，我身躯所出的钱2100元，恁来替我处理这2万1千元。这21000元，哪当要做什么代志，恁就替我去处理。2008年4月，伊离开世间。你今仔日若去平湖，你去私立医院，你会读到伊的故事，有留一挂相片。你会伫平湖春晖公园看到伊的雕像，一座白苍苍的小雕像。真水的雕像，伊坐伫椅仔里，双手抱一个病人。两位兄弟姊妹，到死拢死伫平湖。伊讲伊是平湖人，是死人的人，听唔到。和平湖人，和平湖人对台高病的惊吓造成，和平湖人看见。因为生命有恩嘛，咱咧看见咱的故乡台湾，那有真济人，其实是在吞搭，其实是在作祟，其实不是投票在救台湾。我一直要甲咱同乡讲，你那是有法度加一点啊疼心，台湾就有恩嘛。你那是还有生命的困难。唔好干阿伫遮咧游山玩水，若是真正疼台湾，你应该还阁有一寡气力，会当倒转去疼惜迄个已经破碎真厉害的故乡。这就是咱的台湾。啊，变啊，落尾第二遍阁去搭看，被保住已经拢唔知啦。这是伫伊要落任的前3个月，2008年。伊利用伊要落任的进程，阁拼去平湖，甲看一遍，甲伊讲：你虽然听无我伫讲的声，不过你知影，我感谢你。这是白宝珠的故事，啊，这是予咱会当通知，这个人其实就是干伊，还阁有济济人伫台湾献出生命的代志。我因讲到这，唔知咱有啥物问题想要问？敢听有我的台湾？敢有啥物问题？敢捌听过白宝珠的故事？我明仔载会去讲几个人的故事，这些人拢是我甲叫做 small potato， 小人物 small potato， 但是伊拢做 big orange 的代志，小人物当做大代志。我真爱咱同乡，唔免定在讲，干阿讲政治无啥意义，去思考这种。咱安怎投入生命的代志？若真正要关心政治，你得拼好死，安尼政治才会改变。唔好是要拼做啥物交务委员，迄干那会做成台湾那纳税？来去拼啥物？我真正用我的生命来拼台湾，拼到底，安尼就有用。唔知道有甚物问题？哎，我今日想问问苏姐，就是讲吼，你即马伫台湾的这个经验内底吼，你感觉即马咱台湾社会上需要是甚物部分？你感觉哪，乃是咱会当做甚物事？你感觉咱台湾即马上上需要是甚物？我是一个宗教人，我是一个牧师。你若问我，我拢家要讲这個、台湾即马上破碎。就是无宗教信仰，神明真侪人的工具，全世界敢若一个民族外表会招神明，真快，台湾人，
喜人心灵。一个人若会喜人心灵，用心灵做功夫，我甲咱讲，伊逐项代志都做得出来。咱台湾人较早是额头三尺有心灵，即摆是心灵起来藏在裤底啊，要用就摕出来用。这是今仔日台湾上严重的问题。但是要怎去重建这個？你若问我，我讲这项上重要。但是这不是我有法度去做的。我唯一会当做的一件代志，就是予我的教会较像一个信仰团体，予我的教会无受到外来压力的影响。包括我今仔日的保伫教会演讲在讲，什么李登辉要来议卫戍，什么萧万长要来讲卫戍，什么人要来讲何事，你带我出去。那袂，你得坐伫遮乖乖啊礼拜。伊定伊讲无讲话，伊无爱来，我讲慢啦。萧万良讲，我想要甲宋家讲话，我讲讲话你私下去讲，我拜教授互你去讲。伊讲唔是呢，是礼拜地事，我讲哪会？我会当做做到这个所在，安尼已经足认真啊。但是今仔日台湾的宗教界不是安尼，是互牵到世界说破碎的宗教信仰。人的宗教信仰若是破碎，对人生命的苦难无怜悯的心。军人若无宗教信仰，会变作屠夫；政治人物若是无宗教信仰，会变作杀手。刘英兄弟之外，你伫遮伫享受美国所有的社会福利、生活环境，无干那伫即种物质生活，你得到富足、得安慰、甲欢喜，你得听我苦劝，对你开始建构、敬虔的宗教信仰。你无一定爱信耶稣，你若拜佛，你若是信妈祖。你得敬虔的心，伫这种的宗教信仰，安尼你才有法度回去伫台湾，改变你的厝边头尾、身躯边的人，叫因对心灵爱敬重。若是安尼，就开始有盼望。这是我真粗浅的境界。再要什么问题？我准讲拢听下。是，那是宗教信仰吼，但它明确，因为现在对化学宗教信仰吼，有一点点抽象。你的定义是什么？我在讲敬虔的宗教信仰，你原来若信什么，你得较敬虔的态度。敬虔的态度，比如讲伫基督教，你礼拜。太多就要严肃，教会聚会唔好看作是咧缩小，真侪人是去咧缩小，这是真严肃的错误。你若是信佛，你真正得认真对佛祖有敬意，无凊彩，啊唔免去铺铺塌塌去拜遐个伟人。人无归该，人伫整个宇宙的中间，什么都不是。你若是拜妈祖的人，会爱去保护妈祖，无去用利用去。今仔日伫台湾在挂轿的妈祖，拢会光光出来，但人唔敢光不做出来。用这若不做，搁光出来，台湾的佛教就差不多。今仔日就有人阁会跟耶稣出来，我要出来是乐透已经累积到154,000,000啊！有迄个教会为了祈祷上帝，你得祝福把阮这张牌得着，定期礼拜。我伫讲敬虔的宗教信仰，是你真正敬畏这个神，唔是伫喜人，唔是伫。别个宗教我唔知，伫基督教上简单，
明仔载礼拜你得爱去，你免找理由讲腰不酸、病只痛、八夜声会开，啊，第三夜讲了较晏，困无好势。你得爱有时时刻刻有一个想法，上帝有可能今仔日就把我带去，带去。来有迄种力量，尽可能随时互相会串起，你伫生命当中老鼠，老鼠知影，这叫做敬虔宗教信仰，无喜人信，闹人伫喜人，闹人伫乱来，你若讲符合安尼做，生命会报应。有可能讲比较有遐尼重要吼，啊嘛，迄个电视啦，啥物工作，我嘛礼拜日嘛拢要做礼拜，迄工作就是。哈哈，我咪想来去教会当遐坐当遐听。因为去遐毋是干呐在坐在听，去遐嘛在表示谦卑。啊，其实伊都袂当先表示个。因为你去就是会当甲人交谈。先煞听别人有啥物困难，你去嘛会当甲人分享，我得到的稳定是啥物，啊是嘛会当别人知我心内不只是啥物，恁把它到口去。所以礼拜本身，伊嘛在讲起分享，礼拜本身在讲起关怀，这个是非常重要。基督教的信仰不是在讲家己。基督教信仰是在讲我要服务，我安怎帮助人，我安怎分人，这是基督教信仰。唔知可能我是牧师，所以用作爱人来礼拜。有人来礼拜，我出神老师。只要心有力。拢落啊，拢落啊，就去刷破。哎，我你是自己玩什么弄？我讲我不讲，还是我自己。咱那边讲就是讲哦，永远无无够，永远是无够。爱讲会讲故事，就是真济人平淡去冷落。伊拢想讲，干那去教会才会当传福音，其实毋是，福音毋是教会在传，福音是爱打播出去。即个才是在讲福音。我的教会有在关心基督，台湾的基督，我的教会有在关心方便世人，知影方便是对，我发音可能。我的教会在关心基督。因为关心基督，我们来去基督的存在的所在。台湾的基督，我们拄到上济岁72岁，足济人50-60岁，以后在靠基督的工作好生活。你若要听因规旁的故事，听到心会酸。但是我甲因讲，上帝听伊，耶稣。救你，就是你伫上艰苦的环境的中间，耶稣无放弃你，这是阮甲遐基督在互动的一个方式。这是点吼，这个我是真爱这个工课，不是转去两礼拜。这个工课是有较周至的计划，要安怎接会好势，安怎接会好势，才有法度很稳定的这种工作。若是一天转去两礼拜，我敢若会当讲，迄个效果甲迄个实用是有差别。啊，毋过毋是无路用，是有路用，但是。常常会造成囡仔另外一个厉害，
逐天拢无好过，干那迄两礼拜较出名，啊那安尼无意思。要安怎样，让这个工课一扎一扎接会好势？咱需要有一点仔牺牲。明仔载检查，我会当讲到，明仔唔讲到另外一个新妇的故事。伊就是叫水师，所有的青年人，你若是有澳洲、白港的 license， 青春照我两冬去台湾。即我应该讲到明仔载就讲。共同沟通，我明仔载再讲这个故事，所以你来啦。情绪病完，有些人讲，真正啊，或者是有些社会问题，啊，有些人真正去到帮忙，啊，无头脑，无这些资讯，就是讲不爱放松嘛，就是安尼，就是病完。有安尼无，我唔知呢。有安尼无，我唔知。但是今仔日一个较大的危机，是有一挂神职人员将传福音台看作是一种教，不是看作秘书。这个是上大的差别。你感觉迄是伊的职业，不是伊的使命。啊，若因为看作职业，迄个开始有真侪问题会走出来。那看作使命，就是无人的所在，无人信耶稣的所在，迄嘛是伊要开发的一个空间，是安尼。所以唔是去教会的问题，我伫讲唔是教会的问题，是你安怎样要去开拓福音的工作的问题。咁样有甚物问题？我是一个，听足济当前就咧讲台湾基督徒三大神。啊，几十年后，即马叫三大神，跟基督徒做无关系。好加载，好加载，我减少。啊，就是新南伊有台南新南伊北新中国新南伊新新的新南伊新南伊，每年发生讲新南伊，每年拢有几十声。啊，你时阵大多老师讲，即马要欠新新一块。啊，照我咧看，基督教。教会也无增加，啊，未有。我前二三十年前就听讲三趴，即摆搁三趴，啊，等于无增加钱，啊，新人新人新党员拢有去了，啊，但是我听讲，迄个都欠新职人员，安尼，我感觉怪怪的。对啊，新职人员就拢求伫教会啊，啊，搁有诶死去，有诶来报。我的意思是讲。真正若是要献身做福音的事工，无去予有形的建筑物甲你限制，你应该爱行出去有形的建筑物，去伫人群的所在，去伫人无伫注意的所在、偏远的所在，去内带遐个人去看顾遐个人，安尼才是伫讲福音。福音是伫讲上帝疼你，即、這个叫做福音。是安尼，今仔日真侪人，伊是伫等待要去教会，但是你若是信徒无增加，教会自然袂增加，这是真自然的代志。知影有甚物问题？若是无真多谢大家花时间来听我讲，即个无。无安尼讲，好唔好啊？好哦。无听这种的音乐。啊，请用我带大家来祈祷，请咱目睭开开。天顶的神，感谢你疼惜赐福，让阮同乡会当三脚最顶伫这个所在，看阮的故乡，听故事。我会当通理解上帝，你实在疼阮，赏赐水的土地，赏赐水的环境。阮的故乡台湾会当得到真多特别的经验，愿你赐福阮用暗所存的时间，
特别保守，阮确定要回去的脚步，有你的看顾引带，得到平安甲喜乐的心，祈祷靠耶稣的名，阿门。